女友拇指外翻被杜力亂形容一通，不要帮你脚按摩。他说不行不行。后来我发现为什么，因为他脚趾就是跑不同的方向，一些是往北，一些往南，一些往西，所以他的脚是指南针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2/2强。